不是只有2%的原住民可以得到这个文化的底蕴，因为这个 DNA 是全台湾的国 DNA。如果借由这样子，能够让大家更聚拢，台湾可能就是真的会变成一个民族的花园。因为每一年的台北时装周都有一个很大的主题的跨界开幕秀，这次就特别邀请到5位受到文化部肯定的人间国宝的原民工艺家，让他们来展现很精彩的工艺。透过设计师们现代的演绎方式，能够推向国际。每一位国宝工艺家就会配一位设计师。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，这些原民文化就很陌生了，甚至可能脑子里面的刻板印象都非常的模糊。所以在配对之后，我们都一一的去做了拜访。也是借由这次合作，然后有去拜访他们新社香蕉工坊。很特别是这个香蕉式文化，也是目前所有族当中，只有哥玛兰族还保有这样子的工艺技术。只有他们在延续。在我们的签约仪式当中，代表了文化部对原住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以及敬意，也期待我们的传统。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城市的时装发展，其实它经常都是在从文化定位上面去启动，从我们自己过去这个岛内发展出来的文化里面去找一个根。我们要创造出于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装文化。我看到老师给我的作品的时候，我其实蛮舍不得使用，因为我觉得里面花的时间、心血，那个是一个真的很有温度的东西。接下来我们在创作上面要能够保留这个文化里面它应该的东西。欢迎来到 SS23 台北时装周的开幕大秀。老师希望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跟传统的技艺去发扬光大，我们也希望运用老师这种很珍贵的手工，让时装品牌可以达到下一个高度跟层次。从台东史前馆借出了这个服装，很细节的贝珠织纹，从织纹的考究，让文化这件事情可以跟各位共享。好的，就可以先去了。我想先有共鸣，你才会想要去理解，有理解了，你才会去喜欢上它。在很辛苦的情况下，布布鲁丹好像都在我身旁鼓励我，要我认真织布，替我加油。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合作跟创作，可以让更多人正视他们的工艺，甚至是他们的困境，让他们了解这些东西不是这么的理所当然。从细汉大家才老啊，现在咧做手，爸都介欢喜啊。今朝是少年人穿好看。我其实是跟老师说，让别人看见，这是我这一次的目标。本来就好看啊，只是没有被发现啊。
慢慢的都会呈现出来，更多的美丽还在后面。我想象是2025年的未来的原住民风，它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对，我这次想创造的是这样的一个画面。哦，它好棒哦！我的设计是把我们的文化储存传统跟现代配合在一起，真的很美呢。还好我有来呢。台湾的时装界这个设计的能量上面其实是这样子的多元，我觉得这个结果让我非常的感动。我们好像早就该合作。我上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已经在实行新生活啊，山地生活改进啊，就抛弃原住民的文化工艺语言，丢古老的东西啊！我为了要得奖，那时候觉得自己很落伍啊，织布这在地上好落伍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坚持把自己的文化呈现出来？其实应该是抱有一种不服。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训话是很有智慧的。我没有想到几十年后，原来刺绣就是我们的文化，这是我的任务吧，我是这样子想，让文化这件事情可以跟各位共享，这个美丽可以跟各位共享，值得你珍惜，值得你拥有。